这有营养啊。我看人家都喝。小孩啊。嗯。还搁点那个冰糖，甜点的小孩不愿意吃呢。还有菠菜。我跟你说，这碗量挺大呀。就是大的，你看小了，我整小了。不知道蒸能不能散呢。倒倒完了，倒多了怎么办？行，这些多。当个小下手，搁点那个面包糠。轻易别动。你蒸出来一蒸成一锅粥。也出水哈。哎，蒸完了成饼了，那还不得直接烙了呢？好，你扣扣盖，蒸15分钟就行，这都是菜。蒸15分钟，看看什么样吧。看看那个粥，是不是挺好的？挺好的，银子莲耳大枣片粥，还有枸杞，给他俩喝。现在到点儿了，戳看看什么样。这是大碗那样呗。没啥变化呀。没啥变化，它不是发的。瞅着行。估计能爱吃，一会儿盛东西给他们吃着。嗯。挺好哈。挺好，这碗挺黏糊哈。我搁那个冰糖了，要不一点没有味儿，他也不能乐意吃啊，是不是搁冰糖的事儿啊？没吃过这玩意儿呀，咱也是不？嗯，没吃过，长这么大也没吃过，没吃过这玩意儿啊。走吧，给孩子们送过去，都在我妈那儿呢。我们现在大人的话是吃2顿饭，但是孩子中午得饿，然后媳妇做了点吃的，让他们中午先吃点。啥都明白哈，哈哈，吃的健康，吃啥吃啥，哈哈哈哈什么？那一样的，那不一样吗？那你盘里的那个，哎，你不吃拉倒，那碗不饿了，那碗不饿了。啊，把点盘碗啊。那碗一吃老高兴的，那碗不臭的。